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. And guess you'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. But I've known you too long,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, as you fade away.现在坐这个飞机去巴尔巴尔，一架非常小的飞机。两个人玩的还是蛮和谐的。快下飞机了，我操！刚才有点慌，因为这飞机降落了，第一次没有降落好，它轮子刚落地又直接起飞了，然后又降落了一次。机长的技术还可以。对，还有跟我们。终于到巴尔巴了，刚才出了一个乌龙，因为中间停了一站飞机，我们下错飞机了，还好飞机没有下，因为飞机没有走，我们又上去了。空姐跟我说 ：“Welcome back。”哈哈哈哈哈！水真的是绿颜色的呀。How was your flight? It's a little bit interesting. Yeah. Interesting. First stop, you have the secret garden of love on our left. 体验。我的行李在，是不是已经进去了？好，死鬼。How many rooms do we have? We have 80 bungalows in total. Mm-hmm. So 80 like this one. Okay. And we have 4 Teremoanas, which is the biggest one at the end. Got it. So 84 in total. 到我们的房子了，他们两个小家伙已经在里面。来进门看看。你好，这是我们的新房间。Hello。我的朋友Sophia。打招呼。Hi。哎。Living room 客厅，这是我们的客厅，我正睡一个长长的位置的爸爸，然后这里的这座咖啡是一个小桌子，这个小桌子一些欢迎的水果，还有一个香槟。嗯，然后去房间里看一看吧。电视，这是我们一起加出来的圣诞树。圣诞树。来到这里就是爸爸要睡的床上，我们可以一起睡。这里就是可以放衣服，这里还有 pillows， 这里就是浴室，这里有两个洗漱台，然后这是我们的bathtub 浴缸，外面好刺眼啊，这个水，过来。有一个上面有个锁，对，我们能从那边出去吗？这个是一个直接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山的一个水上的屋子。是啊，索菲亚过去吗？小心点。这里你就可以下去游泳，是真的。是真的。你们两个这是在水上的屋的房子。
都是椰蓉，好硬啊，咬不动，特别硬。这里是他们的泳池，水都是温的。这个餐馆就叫 The Sand， 就在沙滩上。霞照着这个山，上面还有云，感觉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从这山里出来了。你今天晚上在那里吃饭，挺厉害。这个是我们刚才坐船来的码头。这次住的还是洲际酒店，在波尔波尔岛上。这里其实有更好的酒店，比如讲瑞吉啊、四季，但是这次因为那里已经订不到了，所以我们也是通过 Costco 的package 订的这个洲际。灯都打开了，把窗帘打开。我刚才躺在床上，那只死蚊子在我耳边嗡的，这熟悉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了。我先找到大把给解决掉。我还蛮厉害的，还真被我打死了。你看，